这里是
环境的危害来当服务安全的危害嘛，对不对？请你们把这部分一并在虽然地方我们不见得是认同台电在那边把它建完，但是基本上对地方造成伤害，必须要把它纳入去研究，回应的补偿跟处理上做个妥善的回应。好的，教授。好，谢谢区长。我相信呢，基本上的问题呢，因为都在这个台电的这个钱的来源呢，经费的来源已经出了状况了。那你叫工程也罢，叫第一建厂也罢，为什么？反正现在工程已经停摆了，啊，那事实上呢，对，那进来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过这一部分呢，我们刚才王厂长已经讲了，要跟地方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公听会啦，或者是你们继续做一个协商啊，协商，好不好 ？OK， 好。那个赖理事长，请。主席啊，各位监听啊，我还是想继续再。